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这盘棋呢，是第35届中国围棋天元赛八强战的另外一盘，就是今天是柯洁、执黑对谢尔豪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就天元赛下到这个阶段算是下完的是最后一盘，然后今天很意外的是下了面棋。之所以下面棋呢，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说是因为都在北京，所以可以下面棋了。都觉得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过面对，是棋的，是的。了，下面棋好像已经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发生啊，因为这是新年后的第一个比赛，算是了。是的，没错。所以今天下面棋，感觉会不会跟往期有些不一样？大家可以感觉一对，下。状态是不是和看电脑不太一样啊？是看。至少看棋盘更加亲切一没错，没错，点。而且看棋盘有时候会感知到对手的情绪，就所以会不一样一些啊。先，看柯洁今天执黑，好。那其实我看一下今天，刚才讲的是李钦程的和对，姜元鹤。那这盘棋，柯洁对谢尔豪，其实他们两个也都是这个快枪手啊，可以说，感是吗？觉，谢尔豪的棋是特别的快啊，特别快。对，是特别的快。就是我觉得可能，比李钦程甚至有可能更快一些的那种啊，那他们就天生就是下快棋的，就是。首先一个就对布局都比较熟，没然错，后棋感是非常好的是的，啊。那么这盘棋柯洁一个星小目，然后白棋二连星，他直接点点角了啊。正常来讲，白棋啊是长的比较多，然后长，飞一个，因为再这个挂，角是毕竟黑棋冲着白棋嘛，感觉挂一个比较舒服，感觉这样开局比较常见。结果他下了一个搬了连对，扳。谢尔豪搬。总搬是了有连点扳，出乎意料下对，但好像谢尔豪对这个搬了连扳的定时是比较喜欢的，的。他喜欢这么下，对，是他是喜欢取实地。你点三三，为了套实地，我不让你套吧？啊，我先给你搬死。我先把你这两个子吃掉，对，把目数牢牢的拿在手里面，比较踏实，感觉。那黑棋上面挂角啊，这个角迟迟的也没有手哈，也没有人挂角，不走。对。白棋收脚啊，下得非常扎终于实。守了个角。黑棋当官跳，就剩下最后一个星位了，会不会对，点呢？这个星位会不会点呢？哈，实战也没有点啊，挂角。挂了一个。点的话，白棋是，他是担心黑棋挡了飞吧？我觉得。这样。现在黑棋会飞，那么如果拖的话啊，这个地方。首先，白棋战斗有点凶险。为什么有点凶险呢？因为，这个地方，黑棋随时有一个劫库啊。这个地方，第一跟劫财有关系，第二跟然后争拐嘴一个啊之也类有可能有关系。是的，是的，啊，白棋这是一个软头，这个地方黑棋拐一下的话，所以说这个地方右上角未必敢拖。那么如果白棋是顶了扳，那黑棋应该是会把白棋封住，黑棋选择一个扳了断的图。那，白棋好像无论怎么选都不是很满我意，估计白棋就就这样是吧？就如果选择这些图就非常简单的下成一接上，个这个局部的定式，这也不能说这样不好可能是他这个一个喜好的问题，他没有选择这个图，这样下其实在 AI 看来也并不降点，差不多 也就这样了是对，吧？而且他特别喜欢就是人工智能会告诉你这个棋白棋要打在一路我说黑棋打你这样就不用再想了这个像我们肯定会打这个，然后想想要不要提，是不是断打或者脱先等等他给我们的一选永远是打在一路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你会不会觉得很崩溃？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要他必须打在一打路？在一路，这样的话别人打吃，对不对？我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不会给自己这个思考和犯错的空间啊。原来是这样理解的，是对，所以说他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么黑棋现在没有力量，这下没有对，这个都没走，然后白棋白挂了一棋个，挂角，黑黑棋棋先尖顶，哎，黑棋尖顶了一跳。这地方等于黑棋挂一下角，黑棋就不理了而且面对这个白棋也并不是很好处理它这个子我记得比较常见的是，比如说挂角一飞，那么上面这个地方呢，好像谁先走，从原来的棋理上是不是应该优势非常大？
就觉得是拆尖加嘛。对，比如说白棋，比如说这样啊、拆一个这个，我同时拆边又这个对你进行一些威胁啊，或者我这尖顶掉，这看着是不是更直观一点？嗯，我这个拆边加上一个加你，但现在的就是黑棋，比如说先跳，白棋小尖、啊，小尖黑棋打入啊，这个地方、啊。你不见得站得过黑棋，啊，谁攻谁不好说这件事，就等于你是说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挂了别人一下，那我走，我这个先招效率好像并没有那么的明显，嗯，你要说我只是个叉，那好像就看起来就很软弱无力的感觉，对，软弱无力是吧？对，这种好像也，总之好像没有那么理想。那实战课节就尖了跳，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总之好像白棋尖，黑棋就跟着长。啊，这个地方白棋没有那么理想。就说你拆过来，你感觉挺舒服的。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对，一会儿黑棋还是要打入的。未见得。你要是高位，黑棋二路一漏。啊，总之。这个地方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嗯，这其实这样，因为你挂的时候黑棋尖顶了跳，他已经走到了这边了。嗯，所以这边如果说你拿他也没什么招的话，那你这边的损失你可能就已经先付出去了。嗯，对。那实战白棋选择的直接，他是直接拆，然后黑棋就拖了连扳。哎，跟刚才有点像哈、啊，这地方。对。黑棋选择拖连扳，白棋。打吃了冲粘上啊，冲下去了。黑棋断一下，然后把这个打掉。啊，这是一个黑棋取地，白棋去啊士，或者是算走到边取边、哦。然后下成这样。嗯，刚才那个情况是这边都没有，黑棋就直接粘出来了。对。那现在直接粘出来，是不是稍显有点过分？现在如果黑的粘，白的应该会上面飞，从这儿飞。对，黑的小尖，小尖，黑的小尖，哦、对，粘出来也有，但是好像啊，现在黑棋暂时不会马上尖啊，但是以后尖出来粘出来也是有可能啊，对，很有可能的。哦、白棋也要防，比如说黑棋这边要多个子来、嗯、啊，这个地方那谁战斗有力就不好说了。嗯，那有子了，白棋应该要补了，对，感觉。那么黑棋是啊。拆了一个，拆一个，嗯，这个，他这个也间接就防止你粘出来。对，他这个有点像是两翼张开，嗯、上面已经这个，我在这边再走一走啊。是，他黑棋是爬，哎，他是先贴，白棋跳，单跳。方向很明确，我是要往那边走的，我也不搬你，搬被你搬了一虎，不太好。啊，长，嗯，这一回就看，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明显啊，白棋这个向中央这个发展的潜力很大，对，是的。那么黑棋呢是实地啊，现在捞了一些这边边控，嗯，那白棋这块儿能围多大，包括中央有多少潜力，这是这盘棋的比较关键的地方，嗯。黑棋下面啊、哦，继续又拆了一个。对，哎，这盘棋它是高叉二没少下呀。可以看贺杰这两边都是一个高叉。嗯，是啊，等于是这边也就是让你打入。对啊，你来呀，就是啊，这个逼住他是不太怕的啊，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是个软头，上面有扳，现在是二里有漏，一会儿黑棋有可能就跟着白棋靠了长，白棋都不便宜。然后白棋他说我不来，我不从这儿打，对，他说我要点三三。其实白棋现在可选的地方确实挺多的，像这个打入也应该也是一个明显的好点。嗯，打入不知道黑棋是啊从哪边进攻，我不太明白这件事。对，这个地方，嗯，其实也是挺难判断的，白棋该怎么破黑棋这边，或者黑棋难道比较朴实的扎丁？感觉不太像、啊，感觉上效率低一点。那、如果尖，那白棋长，黑棋飞，再拆住吗？还要飞过来，那白棋就拆一个。对，也不知道。嗯，那如果黑棋拆二，看着会不会好一点？但拆二的话，感觉白棋这个打入和黑棋拆二这下交换应该是不亏的。嗯啊，因
因为黑棋这边比较厚，那白棋打入完这个地方，总之可以做一些文章，或者是从上面飞跳出来都有可能。刚才为什么觉得他不会扎钉呢？是因为扎钉完了脚上还是有地方，对，脚上等于还是这个漏，所以就宁愿让你飞一下之类的，我正好守住的话。对，那我们看到啊，其实他直接点了啊，给决议给出的参考图是黑棋要跳 啊，这样的啊，对，说他跳一个脚上就没棋了，意思是？嗯，不知道，他可能是，我觉得他比较注重于黑棋，如果你白棋这个地方打入下不走啊，我下一手飞住，因为这样如果黑棋从这边插上呢，黑棋下一手比较难，这飞一个也能飞，但是不见得能杀得掉。对。就是这下打入有可能白棋就便宜了，就是说打入完了有可能是脱先的啊。对，所以这个地方判断就比较难啊。像柯洁和谢尔哈在这地方，他们肯定也是有自己的判断。对，黑棋搬三，好，黑棋搬，我估计这步搬谢尔哈我可能稍显意外吧，他觉得正常黑棋应该是立，然后他那么他就应该是准备接上，在这边应该是掏活一块。嗯，这基本上就已经活了。对，黑棋还挺难赢，我觉得。黑棋这地方是不是可能会选择冲了搬了连搬呢？黑棋有可能会选择这样搬了连搬。那白棋如果粘一下的话，这地方就已经活了。嗯。这脚就先手掏掉了。这也能不能直接断这个你就打掉了，是吧？断哪我肯定是打哪吃哪，对，这个地方我也没什么选择，如果断我肯定只有吃了。嗯，这样脚上并不大，那外面这个边就没了。对，这不太好，舒服好像。应该是白的是预想图吧，这是一个活这块，那黑棋搬挡住啊，黑棋可能觉得单立一个就是不是有点无力感觉。对，搬了虎是相对少见的，我感觉好棋谱中啊搬了虎出现的很少。对。这个下法是少见一些，也可能是场合的下法，他觉得现在这样下比较好。这个局部搬了虎其实还可以，因为首先给白的外边制造出一个断点，因为什么该立呢？觉得这地方以后能跳进去。是这样。但现在上方空好像并不是很大啊，黑的现在选择搬了虎，还是一个不错的。而白棋现在怎么活脚的话啊，肯定是活成一个后手啊，跳黑棋粘。再爬黑棋就跟着搬了长，这局部白棋活起来就比较难受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搬长是吧？对，那就小尖呗。对，本身白棋肯定是想爬的，小尖被一拐啊，那就先爬一下，能不能爬得着？爬下爬得着，但爬完被一搬呢，这个地方好像还是不活，不太对吧？对，它不是一个净活啊，如果这两个字你也要的话，它并不是净活，因为黑的这个地方是小尖的，不是啊，如果在这儿的话活的就很清楚，可以看黑棋这个虎对白棋还是眼形影响的蛮大的啊，这里面不是净活呀。对，就是你要这两个字你一粘，我这点了一拖，拖了团柱呢，你可以搬一个啊，对，我这地方还可以搬一个，这地方反正总之白棋活的有点活的不太对，对，不太对，和想象中不太一样所以说白棋他现在就没有继续活，等于说黑棋搬了虎破坏了白棋的这个点三三的意图那你要是不走，如果以后这地方比如说黑棋补一个，那这个点三三就明显损。对，那不能随便让人家吃掉这个，吃掉有点损的有点多，感觉。对，那实战白棋也是脱先了，他还真算了，对，啃了。等于说黑棋搬了虎的话，破坏了白棋点三三的意图。是啊，黑棋不肯现在吃他一下吗？吃的话，他可能觉得吃的不太愉快。如果只是这么吃，他觉得还好，这就打一下，就我就打一下这。至少暂时不着急，感觉外面走一手也挺大的，大对，下的还挺大局的感觉。黑棋掉，先掉一下，对，不行，我得把你罩住。对，这个地方这下的有意思其实黑的这个掉呢，它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引征。
它是一个引针，嗯、大家看到。那如果白的补一个，它就跟你贴或者不走，嗯、那这个这一下也肯定便宜了。嗯，它比如说再回到我怎么吃你，或者就做抉择。嗯。尖冲，一起断断、嗯，然后下面几手就哎，白棋气死了。我记得我看棋的时候，我就听见那个噼里啪啦声音，我说怎么回事？这干什么？一看这个啊，这个地方双方是一个必然的，白棋现在气子爆炸，白棋吃不掉这颗子呢，它确实很容易让黑棋留下很多的残留的余味。对，但是这样的就。嗯，这个点三三总感觉白棋好像没有达到他这个，对，等于被白棋黑棋二路白多了个子。这边三个都死了的话，这个子估计也不太好活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些余味，但是不见得肯定有棋。嗯，也得拐，挡住。啊，主要这三个死了之后，这个角变得不是很大了，因为黑棋都铁厚。对啊，这个活角只是一些纯粹的目数。打掉，提，然后他就。哦，这是要大吃啊！他说这个子都是我的了，这里面都是我的了，但是这黑棋能同意吗？这件事下成这样是一个、嗯、啊，这个很出乎啊、意料的一个局面。嗯，可以看白棋这块空，如果都成空也非常大。没错，那黑棋其实基本空也很多。嗯，啊，你说我一会儿，比如说黑棋，我这掉一个，你走不走啊？是不是这还能破你点目、嗯？我自己本身看着也很大，嗯、啊，所以说。感觉这期最难的是一个判断，对，主要看黑棋、如果说直接想在里面洗活，那你就不给人家留退路了。你说我往往里跳，那就没得商量了。对，这一期只有吃你了。但是显然这如果说这个子没打算直接洗活的话，那你就要看掉到哪里你是够的。对，这就很难，白棋围多少，然后包括对以后黑棋能围多少的一个判断。没错啊，你比如说。白棋能算能围五十目、嗯，结果黑棋突然这边又涨了特别多目、嗯，啊，这可能跟他判断的出入就比较大。黑棋实战是掉在这儿的，哦，那白棋也这地方下的非常强硬，每一步全部要这靠断、啊，这个是最紧凑的下法。那我觉得黑棋肯定要熄火了。要想点办法了，至少是他不能说你靠了断，你这个子全死进去，里面就是全姓白了，那嗯。如果这样的话太没面子了，好像这敲了一下先。对，但我感觉形成白棋这个现在，嗯，现在白棋要这种为大空，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步点三三吧，我觉得点三三他应该是没有想到黑棋搬了虎，搬虎，那搬了虎之后他觉得活角，和预想图不太一样，那么只能白棋这个选择为那面大空了。嗯，啊，这步打入确实。我觉得比较难想到，啊，这因为看着白棋这刚中央靠断呢，第一感对吧？扭十字我尝一边这个靠断我，或者是我怎么啊去寻求借用？嗯，啊，他实在黑的在这里寻求头绪，但这是一步好棋，好棋啊！对，这居然是决议给出的一选，是吧？啊，那就说明他是应该从这儿动手。对，就是。这中央头绪很多，但是我再从这里寻找头绪。嗯，因为他这边他有可能把它切断了之后跟这边杀，对，就有这个可能性。然后黑棋是黑棋挤，白棋粘，那看看他这步打入他是要干什么？这个看着呢，应该是一个，我以为他要搬断他呢。正常来讲，这应该都是必然的。比如说黑棋加啊，不，黑棋是要加，黑棋加，对，打一个白的打，黑的粘住，粘住，白的粘，黑的长。黑的往中央再长，这底下是有个过的。嗯、对，可以看下步棋这一立啊，啊，这个就立过去了。对，它就过了。那如果你白棋，我现在阻度，那这个地方现在头绪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立掉，那这个飞有可能是先手，基本上要应一个。那可能中央白棋就要出一些问题。那真的要全给他熄火？对，这个可能要形成一个对杀，或者是怎么样？嗯啊，等于黑棋突然间长出了好多个子，是的啊，通过这个借用，嗯，那如果长的时候，你说白棋收手，这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收了，嗯，啊，就是往里长的这一瞬间，这个时候，对，你说我这就把这吃了，被黑棋立过去，
那也不太像话，那不肯吧，对，都被破了。是的，所以说打入确实是，他可以挤完了扳过啊，意想不到的好，挺巧妙的。所以白棋咬咬牙，对，咬咬牙跺跺脚就靠住了啊，算了，这个目数给你了。嗯，然后黑棋，那你既然这儿已经就是承认我这些度过了，被我赚了很多目数。那我上面你也就算了，黑的长，白的打吃，哎，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有意思。这地方本身打吃呢，第一杆黑棋肯定挖打是吧？黑的是要挖打的，比如说挖打的长进去，那么白棋长，黑棋粘住，然后之后呢，比如说白棋现在是不是飞啊？这看着应该是先手黑棋团，那么。再一跳啊，这地方，那估计正常来讲，黑棋就不会再继续算下去了。我觉得黑棋挺这个棋，黑棋算到这儿肯定就是应该差不多了。这个图不成立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飞可能是飞不到的，飞黑棋有可能那边就弃了。比如说白棋要吃它，是不是吃的还挺难受？这被扳一下是？这就反正算了啊。就是现在判断就是。黑棋破了这个打冲破中央的母这边和这边死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判断问题，这个就又需要回到刚才说的判断这判断太难了，感觉围棋最难的还是判断这数得清吗？你中间破了多少母，他接下来中间破的这一会儿比如人家冲断也能吃一些，然后如果这都破了是多少母，那这死了大概是三十目棋，我感觉差不多三十目可能还强一点，所以说这就是又是一个判断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在打吃的时候，柯洁想了挺久的，他居然是长了，他居然长，就是这长也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觉得黑棋这地方长考呢，那可能是在判断打进去便不便宜。是的。那如果不便宜呢，是不是可以考虑脱先？是的是的。这场那我保留吗？我这个外面打野先手，我这打进去也可能。那我这场保留，比如说先走走别的。对，但是他就可能不知道走什么。现在走什么是非常关键的。你如果不疼不痒的地方走一个，人家可能就补掉了。对，关键是不知道走什么，而且你说这也不知道是对哪先手，然后也有打入。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走什么了。他长了一个，对，那就没什么好谈。对，我本来想这个压一个，比较出乎意料。我这个是属于有点上火了，看起来虎子，这上火了，这虎在这儿有点上火。对，这长呢，确实长完黑棋比较爽的是打一下，但打一下之后呢？打完了呢？好像这看上去也没什么东西。所以说长确实也是比较令人意外的一个招法这就说明他在这判断嘛，他觉得外面拐打一下是非常着急的这个拐打一下的话基本上黑棋这就联络上了那么拐打一下之后呢，他再寻求一些借用，看他的招法这靠这个招就是白棋挡住要知道这个地方是让白棋走的一个的结果，就人家已经长就长了一个胡打一个然后你就往这儿长一个对这已经这样了，然后他再动手对靠了长，其实他这个就是骚扰这个你说他本身这死肯定都是死的，他只是在外面多一些子，他这下法让我想起来李世石，就李世石他擅长利用死子把死僵尸柳对每一个死子的就是一点点的余味他都绝不放过对我感觉他最后经常搅着搅着这全部都用上了对啊是啊也不知道怎么用上的你简直无法想象对白的贴黑的继续搬你看黑的其实这地方他就要逼你粘过去一直借用着白棋中央的这个味道没错他你要是粘过去你肯不肯粘等于黑棋这儿跟刚才我又多了两个字这也多了一个字那好像感觉这长还不错对一会儿再顶一顶然后怎么跳 那底下怎么变得这么大了突然对但这也不见得是木是就肯定要调进来所以白的这个粘哎呀
也搞不清。我这暴脾气，我这当时我要是全部给你杀了，嗯，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有可能，因为我这贴是先生，这能跳出来。嗯、是的。但肯定白棋对这个场我觉得稍显意外，嗯，因为看上去黑棋这不都死了吗，你怎么还在往里送子，嗯，好了长搬，哟，搬一个，然后白棋先断了一下、嗯、白棋断是、嗯、黑棋大吃场，大吃了一跳，白棋再连回来，黑棋跳家，啊，顶了一下吗？他先顶了一下，嗯，把这个交换掉了。一个跳家，啊，总之黑棋的中心思想还是他要围好自己。这块、啊、是的，嗯，这个做强做大。他觉得这块就给你算了。啊，白的这块也不小啊。啊，那是。他是觉得判断这样已经够了吗？这块接近60目啊，246。啊，白的这块已经接近60目，但确实黑的目也非常多。如果白的这，70目，白的全盘，那黑的680，这边16目，看黑的这块到底能围多大？嗯，啊，我看如果白的比如说冲，黑的挡，然后白的打，我们来点俗的啊，这比如说黑的围上。啊，这黑的确实看着也非常壮观，很大呀。这里白的一定会继续，肯定会跳他一下。这跳看着，嗯，出棋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黑棋这基本控也特别大。嗯，现在的胜负出又变了，看黑棋能围多少目。啊，之前是看白棋围多少目，有朝一日倒过来。嗯，如果说他跳，他接上的话，这棋是爬的吗？还是？爬应该就有棋。他如果说这走刀的话，他是不是可以点在？对，点在这儿杀他。是。那么白的实战就是跳。哦，他就是跳的。嗯，黑棋挡住了。对，因为黑的粘白的就算小尖，我感觉这黑的敢来杀白棋，杀好像不太容易这件事。一会儿再往里蹦一蹦。嗯。主要是黑的自身还比较薄。对。杀的概率有点小。挡住。我觉得白的这时候他也不知道下哪，他先冲回，冲回是看得见的比较大的一步棋。大，黑棋把这个贴掉了。嗯，他这上面就算了，这角地给你了，但是我要求把这块全围上，四四方方的，这四分之一棋盘差不多。对，啊，但是不冲的话，其实如果比如说这时候冲或者打，打这个，对，这是。但是主要是这棋不知道谁好啊，就是他们下棋对局者嘛，毕竟是需要自己判断，并不知道当天的胜率如何。其实现在白的冲的话胜负也非常接近，就是5-5开。嗯，那白的依然是就是很焦灼的一个局面。包括这个棋点目太难了，你说黑的这块得数得清，这块棋比如说白的一会儿直接点进去，对，甚至白的逼自己也能围先目，点他现在就来了，直接就来了。他说你这块还没围住呢，黑的爬肯定要掏的。对，点了爬确实是，这个第一杆。嗯，然后看刚才给出一个图，白的这时候跳，黑的贴，白的冲啊。这个图我觉得看看就好啊。这个冲的时候，黑的挡住，白的是应该要拐，但是也不知道有什么棋。黑的说我要这么杀了，对，这我要全杀了。这个我觉得哇，这个有点凶险，看起来。然后白的再接上，接上，白的再往下一拐。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啊，只能欣赏。这肯定是算不清的。对，因为你让两个人去算这个，他们肯定双方都是没把握的。一个说这能吃吗？一个说这也不见得活得了啊。哦，这个学了学招了，这抽一个是搬在底下，我是往下搬啊。这个可能也不太敢学，我估计是不太敢。像这种需要勇气。啪，黑的粘住了，粘上。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白棋爬一下胜率居然降了啊！感觉上如果爬和粘交换，肯定是便宜了。
白棋胜绿将。对，好，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本来是应该冲的是吧？嗯，是啊，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冲了拐这个图怎么样，好在哪里，本身就不知道冲一下便宜在哪里了。这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最大区别，就很多棋我们是完全搞不清的，不知道他是想干嘛。他可能飞上多少之后他告诉我们他要干嘛。是的是的是的，嗯。刚才我也不明白，冲的时候黑棋扳底下，如果说他拐出去呢，他是不是要直接啪就全杀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原来是这样，太凶险了，感觉这白的走两下再跳，嗯，单跳一个，这好像左一枪。这时候我觉得看双方的招法，应该柯洁觉得形势不错。对啊，因为如果白棋形势好的话，这时候白棋只需简单的比如长了飞起啊，这是比较简单的下法，这还能尖回，但是一定是判断这样的话不是特别有利对白棋的形势，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胜率是一回事，但是对局者下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判断肯定不可能跟胜率一模一样的，有的时候经常是相反的。对，看着很有意思。黑棋把这个扳死了，他觉得这个吃了目数还挺大的。白的中央贴一个，贴这个，然后黑的扳一下，跳，扳，白棋扳进去了。你看这棋，哇，这个还是不清楚究竟怎么样了，越来越复杂，对，非常复杂和混乱。嗯，黑棋接住，是的，接上。现在这一块看着黑棋好壮观，这还很大的啊！如果这都围住十、二十。粗粗一点，黑棋这块已经围了七十目了，对啊，那不就顶全盘白棋了吗？已经啊，白棋肯定不能让黑棋都围上，如果都围上的话，白棋肯定要想办法去这成天幕了就行了，去吃黑棋，上面黑棋还有一块呢，别忘了。哦，这还没数呢，是吧？所以说不可，这肯定不能让黑棋这么围住，这么围住的话，白棋需要想办法吃黑棋了。嗯。白棋顶，那么柯洁把这个扳了。嗯，这扳一个也巨大。扳。嗯。如果白棋粘，估计他就把这个堵住了。这块太大了。哇，那白棋怎么办呢？白棋杀。要把你吃了，看看你怎么样。确实，黑棋这块棋，是没有活。现在。你如果只是这么连的话，好像就可以宣布你这块就阵亡了啊！简单的你一连，然后特别简单一接就已经把你吃掉了，特别简单的黑棋就可以起地了。你靠我就搬这个，对，你走这样我就跳家，你就已经死了。对，很容易。但黑的实际上跳这个确实也有明显的一个断点。嗯，那现在黑的是不是要利用底下白的这个气劲，比如说？这地方特别容易出问题，拐白的只能侯，现在如果挡的话就出事了，挡的话就打雷长，对，就是打了粘完了就出问题了啊，反正肯定是要出事了。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又是一盘这个收官，黑的要弃子，可以看黑的这个跳了一挤，然后再粘，然后这个打是先生白的冲等于说黑子把这块弃了，然后在下面又成了点目。那我觉得肯定黑棋不错，因为他这个打都先手，这儿不都围上了吗？嗯，是，但是现在这个地方还没挡住他，是吧？对，没有完全挡住。刚才本来是挡住他的。我们来看实战，实战是白棋爬一个，这个都没下，白的爬，对，这个断还没有，他扳住，然后冲啊，黑棋依然是弃子，把它吃掉啊，黑的，哎，弃子啊，那确实，刚才那图白棋肯定是不行，那可能觉得判断过了吧，觉得黑棋肯定
觉得弃掉已经够了，就不需要再。确实，刚才数黑棋这个非常大啊，这还没接上呢，这还差一手棋。对，这要是再一吃，打到外面吃了，又是一个25目的价值。可以看这盘棋每手都特别大，忙不过来。但白棋要是不吃的话，这个地方又没有吃住。嗯，啊，本身一长大概能吃个。1、2、3、4、5、6，8个子，16、18、20、24、25，白长一个能吃一个30多目啊，但是黑棋这一打又吃了一个25目。嗯，那这个吃的还很不愉快，他这个还打劫吃，人家还可以团在这儿。嗯，团一个好棋、好难。他刚才白棋又不能直接打在外面，打在外面这脚上一立，是不是要出事了？这对，这立了一拐。这不会了、这白的猴也不行，猴黑的粘完了，粘完一挤、白的一个气紧是不行的，是、这个粘一个你走啊，这拐也行，这好像走哪都行，走法很多，对，走哪都行，不会了，你想怎么收吧、不会了，就是单爬是不是都可以铺完了、铺完了单粘也死了，方法太多、不太会了都已经，但是白的粘是必须的，黑的团，团在这儿，他棋呢，待会儿还是个打劫吃，吃的非常不愉快啊。但我看这个地方，这个就比较难啊。这个黑的团一个吧，他虽然是局部的好棋，但是他还降胜率了。本来是可能是粘完把这个连根断死，黑的就。这个可以了，赢的比较稳妥了。赢的非常清楚。这黑的一下，这又涨了十几目。这个子太大了，去掉了，对。然后一会儿再找机会再扣打就行了。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得有一些突破，不能光看着眼前的，还得看着那边。这是计算太好，这就什么都看见了。飞。先。然后给它立一下，挡住。小尖挤住这个啊，尖一下，挤住，这还能挤住啊？确实，黑的打拔不便宜，被白的提掉。这挤住确实也是比较有想法的一步棋。感觉比较简单的是打一个啊，那他几个木柱可能更好，更紧凑。他一会儿说我要加黑棋，他还能加进来。对，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白棋是不是不太够了？这个劫还在人家手里面呢。现在冲，继续打劫。打劫了是吧？白棋断掉，黑的提劫。又打劫了。好像白棋全盘劫材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现在脚上可能有几枚劫材。对。那剩下的你看这块大空好像也没什么本身特别好找的劫材。这么大一块空居然找不出劫材、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我一会儿长的话黑棋应该会消劫了，感觉如果长一个那他就把这个粘上。对，应该这个地方他觉得你冲进去也没破多少，是吧？对，如果你只是跳一跳别人飞住的话、也没有破那么多目。是的，因为长弱势劫的话，那这个地方长太大了。你这黑棋还得且忙活着呢。然后底下还有劫材，这个长完了跳一个你就你就飞住我，飞住我冲断呢？飞住冲断啊，是不是有个反冲啊？这样啊，这地方我冲断可能只能二路打，还不太好走。稍微有点难受，不过也差不多也扛住了，就是。实际上黑其实没有提劫快，他冲一下，他扳住了，还是觉得这边大那看来刚才就是应该。就不应该团这个。对，那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对吧？早知道是这样。那这个团确实也是，亏了，等于说黑棋。当初的就是觉得这是个劫对，当时觉得还挺妙的，这些刚好团住，然后冲了一提。没错。可能判断这两手棋价值还未必有这边走两手大的。白棋走的这个，那这样是不是不太够了？然后长，然后先加了一个，加这个，
这可以看出就是现在黑棋也没提劫，那么白棋也没提劫，那就是很简单，这个棋双方的判断是一致的，就是白棋如果提劫肯定觉得那么黑棋在外面走的话正常收白棋是不够了，对啊，这个就是双方的这个胜负意识，白棋要加、啊、你不走我也不走，要扛住，好像也没什么大官子了，如果说就这个大一点，然后就这个打进去比较大，对，打完基本上这打完全盘就没官子了、哦、然后就尖一尖然后就下把了，就没什么棋，全盘就没官子了，嗯，哦，这尖这哎在这儿又突然形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战斗，这真是该出手、啊、因为打的时候白棋是不能粘的，粘住的话黑棋一粘是吧，对，粘白的冲黑的 这是不是断吗，哎不对呀、哦、他是怎么下的，可以吧，这断呢我要是就、哦、就这么狠的全部给你收下因为白的拐黑的一般藏不出气是吗，对，这个气是非常紧的白棋，他不能粘，粘了被人家粘被挡死，挡死了、嗯、打这个人家对，你要是被别人滚包的话这就不用再计算了，是是、嗯、滚包就不用再计算了、嗯、那肯定是不行，是，所以黑棋打那白棋也是反击，嗯啊，冲拼搏一下，对，看能不能拼出什么结果来，再冲啊，但这地方确实白的这脚已经阵亡了，嗯，然后这地方破看看能破多少目，损失惨重，脚是已经十八二十、嗯、脚是二十几目，嗯，关键现在的问题是白棋不能落后手，落后手的话这还欠着一个劫，这边这个劫还没打完呢，大家别忘了，对，现在回头一落后手黑棋就抓劫了，现在哇，这实战柯洁的下巴非常狠，这真的是要全部收下你这个就说柯洁的意思就是你只能拐回你拐回一粒啊，那你这个就真的没怎么破到目了啊，这个确实没破多少目，那白的实战打进去本身我们想跳白的打回，对对，然后我们是不是打劫再点点目什么的，是黑棋说我这个全杀遭到人家根本就不同意、嗯、他说你这些都是死的、嗯、进来全杀，不过这里面的黑棋确实够厚了，白棋的先手也就是这个，可以看成是这个局部是这样的，这样，那么黑棋这是往哪杀一个点一个，好像确实白的没什么野性，嗯，因为可以看如果点一个拖一个吗，能行吗，这个拖哦，那可能要点是在这种地方，或者点这个，嗯，这个是不是可以啊，我们换一个地方点，靠，点在一个很神奇，好，我不觉得他能活，说真的啊，实战我看是点这个，嗯，啊，这个地方柯洁应该算清了，这一点但是点在这儿是不是也可以，感觉上白的是比较凶险我也觉得他不能活，好像被你一爬已经爬的不知道怎么办，看上去白的是比较凶险，嗯，实际上点啊，白的没飞，这下没飞虎的啊，没飞好像稍是不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吧，会有一点变化，白的虎黑的应该长是不是必然的，现在还是得看成点一下，那肯定不能往回长，往回长它虎不就活了吗，对啊，如果这样白的需要往里搬，你的先爬掉了，这看上去好像白的还是不太可能啊，能火的样子、啊、感觉上不太行，要气没气、嗯、只有一个眼，然后我们看我们现在是已经追上了实战进程，我们现在啊，他们应该也下得很快了，现在也下了四个多小时了，
4个小时40分钟，是从12点半开始。十二点半开始，对，所以说美方肯定是开始读秒。嗯，白棋搬下去了，等于说每手棋肯定是在1分钟之内都会下的。没错。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是面棋，这个读秒和网棋还不太一样。对。啊，会比网棋呢可能感觉上更快一点。嗯。啊，包括之前的这个保留时间。我觉得美方好像2个小时在网上下，瞬间感觉它还挺漫长的。面棋会比较有感觉。对，面棋好像经常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一波长跑，对，就过去了。大吃长，啪，黑棋搬。哦，它还有这个变化。像刚才那样的话，他如果说先爬掉，是不是也可以啊？什么时候爬掉？就现在爬吧。爬总是黑棋的吧？那我就尝一个不就完了吗？不是，他这地方，看这地方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是这个意思。是的。刚才没注意这里哈。而且现在爬来不及了，这打吃，一会儿外面也稍微不太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柯洁肯定是说全部都要杀，这你根本就逃不出来是吧？他说，白棋打吃，然后二路点一下，对对，这是权利，这我感觉白棋已经是在打将了，现在，看这个连扳，这连扳。啊，讲道理啊，黑棋我就算是补一个白的肯定也不行了，因为这个角已经死了，你这搬才能搬进来多少目，对不对？这也被提了。所以说这黑的吃这个就是他全部算清，让你算了，如果说你肯退一个他就算了，可能意思白的就是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走一走试一试估计也不行了，这棋没办法，现在回接一个，现在主要是黑棋爬了一冲，这地方等于说白棋你需要打了一打，哇，那么我黑真清楚啊，这个可能要打了一打我就一断啊，这个就死掉了，我还可以先立掉，不给白棋任何有变化的机会。立了，你这块棋想活啊？对，你这块棋也别一点都别活，不能同意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可以看出，好像真的是一个子都没活出来。这打是先手啊，那么好像也没什么用，确实没有用。这看得很清楚，全部死光了。对，现在那么实战呢，白棋是这几下没有交换，打吃黑的粘上。这就是最后一手棋了。这棋下到这儿就结束了是吧？对，实在是全死光了。这黑棋就果断的下狠手，还是挺确实挺凶狠的。可能是柯洁想体现一下他的实力，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他是体现一下自己的计算。好吧，体现一下就是能全吃干嘛要少吃一点。我觉得黑棋这一代的处理还是挺下的挺好的。对，我觉得这盘棋主要是黑棋一开始吃掉白棋这三个子之后，黑棋本身的风险要比较小，因为白棋这块首先得围得很大，但你看实战围得这么大了，黑的还是可以跟白棋继续收目。对，那要是围得小一点的话，白棋可能就早就不够了。对，所以说一开始这三个吃了，我觉得还是黑棋比较好下的一个局面格局。当时呢，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就是这里是这种情况哈，就当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应该掉还是应该怎么样，或者是中间怎么洗，但是柯洁我觉得还是下得挺好，就这会儿飞的时候吗？是啊，就飞在这里的时候啊。就当时是这边非常空旷啊，可以看后面黑的把这边基本上全部围住了，下得非常出色，确实是。好，就这个时候白棋飞，
啊，当时是看着白棋这块也非常大啊，但是现在看黑棋刚才捞的一手确实啊非常的实惠，上面他上面呢先吃了三个子，然后这边呢就算了，浅浅的掉一个，嗯，浅浅的掉一个之后呢，那白棋他要求靠住他，是这样的，然后他断掉，断掉了之后呢，这黑棋先往这儿垂了一个，刚才谭老师说的这决一首选是吧，对，这步打入不太容易不是那么，因为第一感就是总是在中央计算，我打了长或者挖打或者离打行不行，嗯，或者怎么出招，甚至天元想办法，对啊，这个等于是一个找头绪啊，因为本身这步棋也挺有风险的，如果白棋我这走在外面不理你，到底是说这样啊，或者这样，对啊，那他可能要往里继续钻进去了，对，等于中央吃多少这个不重要，主要是能把你这块空破了，没错，这是最关键的，嗯，是的，啊，你外面你说你提几朵花，嗯，好像都弥补不回来了，这个这黑棋的招法其实很灵活，对，就是在这边他先这走一个，先放两个子在那儿，嗯，先试你一下然后再敲你一下，那白棋只有很悲愤的拐住，然后就是这一挤啊，挤，哎，当时白的如果我先跑一下使出一个苦肉计再一拐会不会好一点呢，有可能啊，哎，为什么不先跑一下呢，跑一下本身是损目的，是的，啊，这一跑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是损目的啊，但是无论如何的话，这样的话黑棋现在这个挤不成立啊，挤了正好被他打一下了，对啊，或许呢挤了虎的时候白的原计划是搬下去的，嗯啊，但是当挤了虎之后呢白的又改变主意了觉得后面压住，嗯啊，如果跑一下再拐黑棋又需要想别的办法，因为现在挤是可以看不行了，白的可以打吃一下，嗯，那刚才的手段都不成立了，包括拖这被一挖啊，这应该也是，这都不行了呀，不太行的，对，那看了看，说不定白棋就应该跑一下。损个一目棋是吧？可能是，这不是什么大事，至少这个挤没有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对，有可能，或许这个故事后面的剧情会改变。啊，那就完全不一样。对，这完全是另一盘棋了。这要是跑一下，挤不了的话，那就完全不同。那肯定只有从中间想办法。对，想办法直接洗。嗯，或许谢尔豪也是觉得柯洁打入没那么简单，发现就是这么简单的挤了度过。嗯，确实。这边如果说，假如说是这样的情况下，黑棋会不会就这么挖打情进来了？挖打了一冲，哇！嗯，那挖打如果粘上，那好像挖打或者长，这个说实话，真的不知道中央能杀成什么样。这个比如说我白的打吃长。我再打吃，再打吃，我这使出一个俗的，嗯，然后再一拐，那就要，然后这个战斗，显然黑棋他肯定是不能容忍这我全死里，那肯定是要，你想如果是想折呗，打吃，然后这长是先手，然后开始双方黑棋从这贴，那这个就是直接拼这个胜负了啊，这就决胜了，或者是这样吗？对，那。这样这地方黑的怎么打感觉关系都不太大了，黑的是不可能把白的这几个子吃掉的，嗯，那就是黑的想办法得从这边个包围圈，这一些困难好像有点大，风险比较大，因为黑的是一锤子买卖，这个不成功变成人了因为这走一会儿这还没活呢，能不能这样，比如说随便摆的，先声明是随便摆的，显然我断，显然是显然我断这地方，显然是，啊，对，这我断，显然他不可能断一个，断就中计了，显然他是不会断的，这个，非常明显的，显然我断，但是我是不会中计的，黑的还是需要，还是凶险运作，对，需要一些操作，嗯，是，毕竟你是出招的一方，我感觉比别人应你招的一方要更累一点，嗯啊，你是得需要想到好的招法，比如说长一个或者这样，然后你断我就拐了，我不断，我还会踢，总是下不成我想下的样子，对，感觉黑的你这样连环我再断了，哦，黑的连环这几个子感觉不是很大，中央已经快碎了，
那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对。这个是只是随意摆的一个参考图，就不知道会怎么样。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白棋跑一下的话，肯定要从中央想办法，因为他这已经过不了了嘛。等于是黑的这个挤的这个啊，你过不了了，你还不从中间想办法，啊、你能怎么着、啊？需要再想想。想想别的办法、嗯、这个是比较直接，可能柯洁他会这个思路会比较曲线一点啊。嗯，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也会有什么好的招法、嗯、或许问了柯洁他也不见得能明确的告诉我，他可能也没想清楚，就是直接的招法、嗯、啊，他先有可能先打入一下，先试应手啊、嗯、看看白棋怎么应对，他再怎么处理，我觉得这都是比较有可能的。对，但实战的招法好像一下子就觉得白棋不太好了。实战我觉得应该是白棋中央，他是没有想过柯洁会长。对啊，这个地方后面可以看黑棋从这个靠，然后这地方多了好多子，然后包括黑的一走就全部围住，那也许就应该这样、啊、要是告诉白棋你粘，你要是不好的话，那他就拼一下，他肯定会护。哦、嗯，本来我想着贴住是不是挺好，结果人家实战就是接上的，这个谭老师说我要虎一个倒就齐了。对，但是判断比较难、嗯、啊，因为白棋也不知道这我要都围上，黑的能围多少目，现在、嗯、尤其现在太空旷了啊，这个对判断来讲就难度系数太大了。嗯，虎一个估计黑棋也会想点办法，怎么样借用一下之类的。哦，这又是另一个故事啊。指导思想就是这样子。对，他既然已经长了，这也就是要借用这，利用这两个死子来做文章。嗯、他肯定是不能在里面活的，那太过分了。你这想法实在是。嗯。啊，他实战是后来粘上，然后他就靠了一长，下的也挺简单，倒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就让白棋觉得有点难受，看起来。对，总之被借用了。嗯，是的，啊。那这棋后来呢，就下成这样了。我们稍微再摆几步，靠一个，然后白棋这样。对，等于是白棋后面还是被逼回去了。嗯，没错，他好像这个就确实有点难受。嗯，也不知道怎么下。后来这边黑棋围的太大了。对，应该说黑棋下的好。嗯，对，主要的胜负处是在中央这个定性。是的，是的，没错。嗯，这地方呢可能白棋可以想点办法，比如说刚才跑一个，或者是这个虎一个，但是那样呢也是未知。对，都是未知数。也是未知。那今天这两盘取胜的分别是刚才是李轩豪赢了，这盘是柯洁执黑中盘胜了。李清啊，对，李清城啊，说错了。这盘是柯洁执黑中盘胜了谢尔豪。嗯、他们就是晋级了天元赛的四强。对。好，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天元赛吧。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